算是还蛮好的啦。所以你今天唱了他两首舞，你有没有工作？哎、欸，对呢吼。等他接下来五年又不用工作，那五年都没有上，然后后来出了刚刚就我们第一首唱的 Hello 之后，打破了前面五年 YouTube 的那个点击率，对，非常非常夸张。所以以后如果你失恋的话，好不好？记得把它写下来。你要前面两张专辑都在骂前男友啊，骂前男友会赚七亿，谁不要？所以以后失恋的时候，化悲愤为力量，当个文青，或者是当个愤青也可以，愤青。好，我带来这一首歌曲，对，我们一个地方都不一样。